钓美得鱼，碧濯拱辰酒，清骨琵琶以诱饮。谓其相曰：“此。” PG 1661。南朝少年状元也，入汉灵十五年，故无后代之。始还，御史赵辩论其哲当非正之理，一时北史元慈以请，将贺词拒之。湖南转运判官李章知潭州任专事死伤珍珠，事败，拒御上。拱辰夕入朱掖庭，辩并合之。除宣徽北院使，辩言宣徽之职本以呆勋劳者，为前执政及节度使的为之，拱辰安得污此选？乃以端明殿学士之永兴军，立泰定二州、河南大名府，机关至吏部尚书。神宗登基，恩当转仆射，欧阳修以为此宰相官，不应续进，但迁太子少保。熙宁元年，复以北院使赵骸、王安石参知政事。恶其一己，臣二相有故，初为应天府。八年，入朝，为中太医、公使。元丰初，转南院使，赐金方团带。再判大名，改武安军节度使。三路即名为保甲，日聚而交之，禁令苛疾，往往去为道。郡县不敢以闻。拱辰抗言其害曰：“非只困其财力，夺其农时，是以法驱之，使陷于罪谷也。晋营为大道，其兆已见，纵未能晋罢，愿财损下户以疏之。”主者指拱辰为举法。拱辰曰：“此老臣所以报国也，上章不已。”帝悟，于是第五等户的免。哲宗立，喜结张德，加检校太师。是年薨，年74。赠开府仪同三司，是议客。论曰：“方平、拱辰之才，皆教然有过人者，而不免司马光、赵辩之论，岂其英发之气，勇于见德，一时屈乡未能尽事于政。”与即新法行，方平痛陈其弊，拱辰真保甲，言有恺切，皆恶。恶不少贬，为国老臣，望使重矣。若方平时王安石于辟校共举之时，而知其后必乱政，其先见之明，吾忝吕惠云。张辩自杲清，韩城人，举进士，为楚丘主簿、南京留守王，曾称其有功辅器，累官度之员外郎，下耸经略陕西，见其才，换六宅使、金元秦凤安抚都监，未己以母老求归故官的。PG 1662。知绛州，改京西转运使。知邓州，又以母辞，或指为避事。反众焉言于朝曰：“张辩起避事者，乃许归养。”立户部判官，开封府推官，置之杂御史。张尧左元恩昼用之开封府，内侍杨怀敏夜执禁中，而谓是为辩，皆即论之。辩性直朴，不善则言，致斥张贵妃为一妇人，为怀敏得志，将不减留计数。仁宗读之不易，以与臣深之。深之曰：“此忠直之言，不讥切，则甚亦不可回矣。”帝乃解。以天章阁呆滞之庆州，改龙图阁直学士之秦州。
初，清唐藩布令瞻世居古位，基与下人有隙，聚而献齐。帝设帅范祥无远虑，即臣之。诸族为其逼，举兵叛。便至，请弃勿臣。赵户部副使复求审视之，以为不可弃，与便一书。先是，副总管刘焕讨叛羌，斗挠不识进，便命他将郭恩代之。羌乃溃去。焕处其功，兰宋恩多杀老志，以汉变。朝廷命张方平守秦，喜患金元，亦喜变青州。将罪变，方平辞曰：“缓。”便有阶级，今护言而两霸帅，不可为也。便乃复留。至和二年，赵监侍读，拜御史中丞。刘沆在相位，以御史。范师道，赵便常攻其恶，因欲出之。便曰：“天子耳目之官，奈何用宰相怒而斥？”上张力争之，沆竟罢去。帝见便止切实，视魔所避，谓曰：“卿孤立，乃能如是。”对曰：“臣仰托甚主，至为侍从，是为不孤。今陛下之臣，持禄仰望者多，而斥心谋国者少，妾以为如陛下乃孤立耳。”帝为之感动，契丹主宗真遣使击其画像来，求帝画像，未报而死。子弘激励以为请，召便报聘，御史更至新主相。契丹欲先得知，便曰：“习文臣以帝为兄屈，尚先致敬，况今为伯父哉？”遂无以夺，乃复以弘基相来。嘉佑三年，擢枢密副使、迁参知政。是枢密使，便爱习官资，凡内将所欲，多持不下。建帝春秋，高前后屡进严楚四世，促与韩琦同决策。PG 1663。因宗立勤劳，帝曰：“太尉勤劳王家，俱可俱去。”但命五日一志愿，觐见吴蹈武。司马光上书言：“近岁以来，大臣年高者皆不敢自安其位，言事者欲以为名，又从而攻之，使其人无可取，虽少壮何为？果有益于时，虽老何伤？便为人忠谨清直，不可干以私，若使且居其位，于是亦未有旷废也。”便请不已，使赐告令养疾，遂以张信君节度使，统中书门下。平章事判许州，改镇河阳三城，拜太子太师致仕。熙宁十年薨，年八十六。赠司徒监侍中，谥曰康节。赵盖，字叔平，南京虞城人，少笃学自立，气实宏远，为一时名被称许。中进士第，通判海州，为集贤校礼，开封府推官。奏事殿中，仁宗面赐迎妃。出之洪州，州城西南薄张江，有泛一之鱼，盖作石堤二百丈，高五丈，以丈其冲，水不为患。辽历镇陶，饶氏挟持郡士，为不法，前守莫能治。周之规划促，皆固实群道。是造非语曰：“促得领米成恶，有怨言，不更给善米，且申辩。”盖不答。
卒有自戎州戍逃归而犯业者，斩之以训，因收逃是抵罪。何府鼓励加职及贤院知青州作诗举神持令张告免，久乃起兼密州九知滁州山东有寇李二过境上告人曰：“我东人也，公常为青州，民爱之如父母，我不忍犯。”律众去，赵修起居住。欧阳修后至，朝廷欲昼用之，难于月次。改文请郡除天章阁呆滞，纠察在京刑狱，修遂之至告于遂，盖始代之。交嗣，当任子，尽皆爵，乞回其恩，封母郡太君。宰相谓曰：“君即为学士，你封不久矣。”盖曰：“母年八十二，愿即今拜君赐以为荣。”乃许之，后遂为吏。苏顺清等以群饮逐，盖言与会者皆管阁名士，举而弃之，爵士大夫望非国之福也，不报，求之苏州，终母丧。 PG 1664。入为翰林学士，聘契丹，契丹主会列，请赴，姓氏如山河诗。诗臣清浊玉杯为盖劝，且受侍臣刘六福素山，写之纳秀中。其礼重如此。还兼侍读学士。见官郭深西论事无止，地狱家。罪盖曰：“陛下使面欲深息无面从，今处之何以示天下？”乃止。以龙图阁学士之运州，应天府，代韩将为御史中丞。将议论张茂时不以典素未罢，盖至守言之，茂时进去御药院内，臣有祭资至团练使者，为之暗转。盖请明献以年，赵四出怨忧，迁之，无得累计。擢枢密使参知政事，数以老求去。熙宁初，拜官文殿学士，知徐州。自左丞转吏部尚书，前此执政迁官，未有也。以太子少师致仕，退居十五年。常集古今见真事，为建陵百二十卷上之。神宗赐诏曰：“请老而去者，累已深。问不至朝廷为高，为亲有志爱君，虽退处山林，未尝一日忘也。当至于左右，时用审阅。”元丰六年薨，年八十八，赠太子太师，谥曰康敬。盖秉心和平，与人无怨怒，虽在世如不言，然因以利物者为不少。义者以比刘宽、娄师德。作章告贬六年，念之终不衰。告死，续其家备至。欧阳修欲盖素薄，又列之至告，即修有欲。盖独抗张明其罪，言为仇者所重伤，不可以天下法为人抱怨。修的解，使服其长者。为运州时，立案前首冯浩清公使前三十万，当以直田租偿。盖知其贫，为代以己奉。其贫身所为类此。盖出名因，常梦神人经书名不有，赵盖遂更云：“胡素，字武平，常州晋陵人，登第为扬子尉，现大水，名被逆，令不能救，速率公司传活数千人，
以建为馆阁教刊，晋级贤孝礼。通判宣州，求有杀人者，将抵死，素疑而讯之。求但追处不敢言。辟左右复问，久乃云：但将之田，县吏赋以复官，莫知其故。素取据玉凡月，叹其本辞，盖妇人语所。PG 1665。思者杀其夫，而执平民以告也。知湖州前守藤宗亮大兴学校，费钱数十万。宗亮去，通判辽吏皆以以为妻，不肯书吏。素翘之曰：君被左藤侯久矣，苟有过，何不早正？乃因拱以官，似其去而非之，岂袭人？分谤之一乎？作者大惭血。其后胡学为东南罪，素之力为多。住石堂百里，汉水患，名号曰胡公堂，而学者为立生祠。久之，为两浙转运使。诏修起居住，知至告。入内都之阳。怀敏作卫士之辩，敕为河州都监，未己召入复故职。素封还。辞头且言怀敏的不穷至诸死，以信岂以附在左右。命遂请。庆历六年，京东两河地震，登来尤甚。素兼通阴阳五行灾异之学，乃上书曰：明年丁亥，岁之行德，皆在北宫。因生于午，而及于亥。然因由强而未及福，阳由微而不能胜。此所以正也。是谓龙战之会，其位在前。若西北二边不动，恐有内道起于河朔。又登来世京师，为东北少阳之位，今二州至京坑，多聚民凿山谷，阳气耗泄，故因沉而动，宜即禁止，以宁地道，时以为迂阔。明年王泽果已被州判。黄有五年正月，惠灵公灾，是岁冬至，交以二地并配。明年大旱，素言五行火理也。去岁火而今又旱，其应在理，此待交秋并配之师也。即见言并配非古，宜用叠配如初。失意者未是。大夫言七十当治事，其不知止者，请令有司案即举行之。素以为非忧老之意，当少缓其其法，武力察其任事与否，勿断矣。年文历史得自成而全其节。即言黄佑兴乐与旧乐难并用，礼不兼，遂一共事不变，当用三年之制。皆如其言。唐界贬岭南，地浅中始户以往。素言事有不可测，解如不幸到死，陛下受杀执臣之名，帝勿追还使者。迁翰林学士知审官行院。李仲昌开六塔河，民被害，诏欲薄其罪。 PG 1666。 素请斩以谢河北，仲昌由是南窜。滚国公主下降，将行策礼。素谏曰：陛下袭封两长主，未尝策命，京师之爱女，待非汉明帝所谓我子起的与先弟子等之意也。今周促以折之不时给，出恶言，且欲香山为乱，既至于法，乃命何三司隶。
三司使包拯护符遣。素曰：“今促故备慢，然当给之物。”月八十五日而不语，既立安得为无罪？拯不知自省。工具致命，既刚亦废矣。拯具立潜力，韩其守并州，请复其节政。素言参商为仇仇之心，国家受命于商丘，而参为晋地，今欲重晋，非国之利也。宋兴削平四方，并罪后服，故太宗不使列于方阵，八十年矣，宜如故变，亦遂止。后其秉政，促复之，拜枢密副使，曾公亮任雄州，赵资专治界和事。素言于英宗曰：“忧患之来，多葬于隐为，而生于所乎？自资守边，北人捕于伐尾，一切尽绝，由此常与斗争。南北通好六十载，内外无患。近年边据来上，不过青屋尺寸，此城寨之力遗文足矣。便捷何至于新甲兵哉？今晋身中有持燕冀外属者，天时人事未至，而望亦难成之福。愿守两朝法度，以惠养元元，天下幸甚。素已老，庶起谢氏。至平三年，罢为观文殿学士，知杭州。明年，以太子少师致仕，未拜而薨，年七十二。赠太子太傅，谥曰文公。素为人清谨忠实，内刚外和，群居不华笑，与人言必思而后对，故临事重甚，不折发，发亦不可回止。居母丧三年，不治私事，其当重任，犹顾习大体，在省官行院则降一官，有在选重者，常兼真阙，以水灾复客，同列位小类不足白素敬白之，而见其才足用，仁宗听纳，同列退而翘曰：“公故欲白上，倘原事不用，奈何？”素曰：“彼之得否？不过一降一官。”素平生以臣事主，今白守义，忍以毫发欺乎？为之开城。PG 1667。听吴君自责耳。少与一僧善，僧有秘术，能化瓦石为黄金。且死，将以受素，使葬之。素曰：“后世当尽力，他非无所忌也。”僧叹曰：“子之志，未可量也。其笃行自立，至于贵达，常如不衣食。”子宗言从子宗悦、宗回。宗言字彦圣，由江作监主簿所听登第，为国子大宗正臣，开封府推官，考功吏部郎中。旧制选人改京官，举江小夸吏，亦折泥不行。宗言请先引荐，四举者罪即追止，从之。折宗崩，辽使来调剂，宗言以鸿胪少卿亚进上，使者不义服，宗言以礼折之，须其听命，乃相见。既还，身为卿。初，复素使辽，辽人重之。其后宗延续邓忠臣亚客，客问中外常有充实者否？忠臣以素告，且言遣使鸿胪，其子也。客叹胡适是不乏人，
而以直龙图阁之隐昌府，立密州而卒。宗延善为师，早思清晚。欧阳修守伯与客游郡仆或送其师，修赏位不已，以为有报，谢封至。其众之如此。宗岳字完夫，举进士贾科，为光禄丞，素得请杭州。因宗问子弟谁可继者，以宗岳对赵氏学士院，神宗立以为极贤孝礼，久之监史馆检讨，遂同知谏院。修内促到皇城器物，宗岳言堂长孙无忌不解佩刀入东上阁门，校尉论当死。今进促为道，而入内都知不能觉察，愿正其罪，便率执炉在长庆门内，久而自致力语。宗岳曰：“严禁吕，所以度奸诡也。奈何令斯人的为之？万一凶侠者篡名其间，将不可悔。请义幕老促。”王安石用李定为御史，宗岳言：“御史当用学士及臣杂论谏，又须官博士、员外郎。今定以幕职，不因见得知，世代一出执正义，及大臣不法，谁复言之？”苏颂李大林不草制 PG 1668。坐处，宗岳又争之，安石怒，出通判真州，立提点河东行狱，开封府推官，吏部右司郎中。元又出，进起居郎、中书舍人，给侍中、御史忠臣。石艮定义法，书臣牙校目不足者，听差入等户。宗岳言：“法贵君一，若持两端，则于文有害，是乃差法，非目法也，请删之。”哲宗常问朋党之弊，对曰：“君子指小人为奸，则小人指君子为党。君子盖义之与彼者，陛下能择中立之事而用之，则党或喜矣。明日据君子无党论，已尽拜尚书右丞。”于是建议大夫王迪论其不当，而刘安世、韩川、孙觉等合攻之。朝廷依为余年出迪润州，而言者越立，乃罢为资政殿学士，知成州，徙成都府，属仁安齐镇。赵为礼部尚书、迁吏部卒，年66。赠左迎亲光禄大夫。宗回自淳夫，用因登第，为编修敕令官、司农四干当公事。京西转运判官，提点刑狱；京东陕西转运使，吏部郎中。绍圣初，以直龙图阁之贵州，进保文阁呆滞，作戏平民死，降吉贤殿修撰，知随州改秦州、庆州，复为呆滞。先是西河江望善下淼川有功，率孙禄部乐善夺其兵与王敏，朝廷知之，以宗回带路，加职学士，时清堂虾真内附。而新木清沾乐兵力别求笼扎，还其弟是副章虾真打句字坤为僧以其免。王善愿孙禄因言清堂不凡兵可下至，则主宗歌臣不进。宗回怒，日夜袭去之，且借善曰：“清堂兵甚弱，笼扎之子何能为？而怯懦斗六，
吾将以军法从事。又遣王敏复至淼川，深言待善。善惧，乃律部其眼清堂，拒之。陇匝将赵以清堂为善州，淼川为黄州。未几，蜀羌郎阿张叛，举官军。宗回遣将王吉、魏昭讨之，皆败死。又遣前侠种普往普言，贼风方锐，且甚寒，以少缓失。宗回不听，都之急。普不得已，行亦败死。于是转运判官秦西福延黄，善南守。PG 1669。以为气之变。是下宗回，宗回持不可，西福罢去。会徽宗弃善州，于是任伯与再书其罪，夺职之其州。还为呆滞。立庆、魏、陈、延、澶州。兄宗越入党籍。宗回亦罢郡。居王和，录其坚守黄，善之意，起之秦州。晋书。密职学士，徙永兴、郑州、陈德君。复作事去。大观中卒，赠迎清光禄大夫。胡氏自肃始大，及宗越人士执政，其后子孙至侍从九卿者十数，遂为晋陵民族。论曰：张辩清忠亮直，赵盖雅量过人，胡素学通天人之傲。考其历朝大捷，皆磊落为良执政。宗越人居右侠，而学术士素，则有兼矣。宗回非边将才，其守和黄之意，盖以去种普于死。其和尚意，以解其责耳。若胡氏之士大也，待托万人于水死，而应得之所至与。PG 1670。列传第78。欧阳修子发匪。刘昶弟分反子奉侍岑巩弟赵。欧阳修，字永叔，庐陵人。四岁而孤，母郑，守节自仕。清惠之学，家贫，致以笛画地学书。又敏悟过人，读书辄成诵。及官怡然有身。宋兴且百年，而文章体裁，游人无计于习。搜客骈偶舔忍扶正，是因漏守旧，论卑气弱。苏顺元、顺清、柳开、木修备贤有意作而张之，而力不足。修游随的唐韩愈以稿于废。书录中读而心目焉，苦至叹则至望寝食，必欲并配绝迟而追与之病。举进士，是南宫第一，着甲科，调西京推官，始从引诸游，为古文议论当世事，蝶香诗友与梅尧臣游，为歌诗相唱和，遂以文章名观天下。入朝为馆阁校刊，范仲淹以言事贬，在庭多论旧，思见高若讷读以为当处。修遗书则之，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。若讷上其书，作贬遗灵令，稍喜甘得令，五臣节度判官。仲淹使陕西，辟长书记。修笑而辞曰：习者之举，岂以为己利哉？同其退，不同其进可也。久之，复教刊，进及贤孝礼。庆历三年，知谏院时人。宗更用大臣杜衍、傅弼、韩琦、范仲淹皆在位，增建官员。
用天下名士修守再选中。每进谏，帝言问执政，资所宜行。PG 1671。既多所张弛，小人息息不变。修律善人必不慎，庶为帝分别言。之初，范仲淹之贬饶州也，修与引诸，于禁皆以执仲淹见逐。穆之曰：“党人。”自是朋党之论起，修乃为朋党论，以禁。其略曰：“君子以同道为朋，小人以同利为朋，此自然之理也。臣为小人无朋，为君子则有之。小人所好者利禄，所贪者财货。当其同利之时，暂相党引以为朋者，伪也。及其见利而争先，获利尽而反相贼害，虽兄弟亲戚，不能相保，故曰小人无朋。君子则不然，所守者道义，所行者忠信，所习者明节。以知修身，则同道而相异；以知事国，则同心而共济，忠始如一。故曰为君子则有朋。纣有臣亿万，为亿万心，可谓无朋矣。而纣用以亡。武王有臣三千，为一心，可谓大朋矣。而周用以心。盖君子之朋，虽多而不厌故也。故为君但当退小人之伪朋。用君子之真朋，则天下治矣。修论事切直，人事之如仇，帝独讲其感言，面次立品服。故事臣曰：如欧阳修者，何处得来？同修起居住，遂之至告。故时必事而后命，帝之修，诏特除之。奉使河东自西方用兵，义者欲废灵州以省馈饷。修曰：灵州天险，不可废，废之则河内郡县民皆不安居矣。不若分其兵，驻并河内珠宝，缓急得以应援，而平时可省转输。于策为变，由是州得存。又言新代可兰多境地废田，愿令民的耕之，不然将为敌友。朝廷下其意，久乃行。遂得粟数百万斛。凡河东赋敛过众民所不堪者，奏罢十数事。使还会保州兵乱，以为龙图阁直学士、河北都转运使。必辞。帝曰：勿为久留计，有所欲言，言之。对曰：臣在见直的论事，今越直而言，罪也。帝曰：帝言之，吾以中外为奸贼平大将李昭亮、通判冯伯文私纳妇女，修补伯文系。欲昭亮惧，立处所纳妇兵之始乱也，昭仪不死，继而皆杀。PG 1672。之协从2000人，分立诸郡。复辟为宣抚使，恐后生变，将使同日诛之，与修寓于内黄。夜半平人告之故。修曰：祸莫大于杀以将，况协从乎？既非朝命，托一郡不从，为变不系，必误而止。方是时，杜衍等相继以党义罢去。修慨然上书曰：杜衍、韩琦、范仲淹、复辟，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贤，而不闻其有可罢之罪。自古小人残害忠贤，其说不远。欲广献良善，不过止
为朋党，欲动摇大臣，必须诬以专权，其故何也？去一善人，而众善人尚在，则未为小人之力，欲尽去之，则善人少过，难。唯一求侠，唯只以为党，则可一时尽逐，至如自古大臣以被主之而蒙信任，则难以他事动摇，唯有专权事上之所恶，必须此说，方可清之。正是在朝，群邪所忌，谋臣不用，敌国之福也。今此四人一旦罢去，而使群邪相贺于内，四夷相贺于外，臣为朝廷袭之。于是邪党亦既休，因其孤身张氏欲复治以罪。左迁之至告之滁州。居二年，徙扬州、颍州。复学士，留守南京，以母忧去。扶除诏判留内权，实在外十二年矣。帝见其发白，问劳甚至。小人未修复用，有诈为修奏，启臣太内侍为监吏者，其群皆怨怒，赠之，出之同州。帝纳吴充言而止。迁翰林学士，比修、唐书，奉使契丹，其主命贵臣四人押宴，曰：“此非常制，以清民众故耳。”之嘉佑二年共举，时世子尚为显怪其色之文，号太学体。修痛排异之，凡如是者折处。必是相之削薄者似修出俱造于马首，皆罗不能治，然场屋之席，从事遂变。嘉隆图阁学士之开封府，承包拯威严之后，简易巡礼，不求赫赫名，京师易帜。巡阅改群牧使，唐书臣拜礼。布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，修在翰林八年，知无不言，何绝商胡。北京留守贾昌朝欲开横陇故道，回河使东流，有李仲昌者欲。PG 1673。导入六塔河，义者莫之所从。修以为河水重浊，理无不淤。下流既淤，上流必绝。以尽试验之，绝河非不能立塞，故道非不能立覆，但是不能久耳。横陇攻大难城，虽城将复绝。六塔狭小，而以全河筑之，兵地德薄必被其害，不若因水所屈，增堤峻防，疏其下流，纵石入海，此数十年之利也。载襄城直中主昌朝，文彦伯主仲昌，竟为河北患。台谏论直中过恶，而直中由迁言故位。修上书以为必，下句中言必于襄，为甚德之类。未几，直中罢，狄青为书密使，有威名，帝不遇，而言及及，修请出之于外，以保其中，遂罢之陈州。修常因水灾上书曰：“陛下临御三纪，而除公位。”简袭汉文帝初即位，以群臣之言，即立太子，而享国长久，为汉太宗。唐明宗二人言楚四世，不肯早定，至秦王之乱，宗赦遂复。陛下贺疑而久不定乎？其后建立英宗，盖源于此。五年，拜枢密副使。六年，参知政事。
修在兵府，与岑公。量考天下兵数及三路屯数多少，地理远近，更为图籍。凡边防，久缺屯数者，必加搜捕。其在镇府，与韩琦同心辅政。凡兵民，官吏、财力之要，中书所当之者，即为总目，遇事不复求之有。思时东宫由未定，与韩琦等协定大义，与在其传。英宗以即位亲政，皇太后垂帘，左右交构，几臣嫌隙。韩琦奏事，太后弃与之故，其以帝即为解，太后亦不是，修禁曰：太后是仁宗数十年，仁德者于天下，习温臣之宠，太后处之欲如今母子之间，反不能容协。太后亦稍和，修复曰：仁宗在位久，德则在人，故一日宴驾，天下奉戴四君，无一人敢一同者。今太后一妇人，臣等五六书生耳，非仁宗一意，天下谁肯听从？太后默然，久之而罢。修平生与人尽研磨所引，即执政，士大夫有所干请，折免。欲可否？虽台谏官论事，亦必以是非结之，以示怨匪议众。第 PG 1674。将追崇仆王，命有私议，皆未当称皇伯，改封大国。修隐丧福记，以为人后者，为其父母服，降三年为其，而不没父母之名，以见福可降而名不可没也。若本身之亲改称黄伯，历考前世，皆无典据。晋封大国，则又理无家爵之道。故中书之意，不与众同。太后出手书，许帝称亲，尊王为皇，王夫人为后，帝不敢当。于是御史吕惠等抵修主此意，争论不已，皆被逐。惟蒋之奇之说何修意，修建为御史，众目为奸邪。知其患之，则思所以自解。修父弟薛宗儒有汉于修，造为薄部，根之棒催辱之，辗转达于忠臣彭思勇。思勇以告知其，知其疾，上章何修。神宗初即位，欲升护修，访故功臣孙思公，思公为便是修度门请推至，帝使节思勇知其，问所从来，辞穷皆作处。修亦力求退，罢为观文殿学士、刑部尚书，知亳州。明年迁兵部尚书，知青州，改宣徽南院使，判太原府，辞不拜，徙蔡州。修以封节自持，计数被污蔑，年六十，即连起谢氏，帝折幽诏抚许，即守青州，又以请旨散青苗前为安史所抵，故求归越切。熙宁四年，以太子少师致仕。五年，卒，赠太子太师，谥曰文忠。修始在滁州，号醉翁，晚更号六一居士。天资刚劲，见义勇为，虽机警在前，触发之不顾，放逐流离，至于再三，志气自若也。方贬夷陵时，无以自遣，因取旧案反复观之，见其往直乖错不可胜数，
于是仰天叹曰：“以荒远小异，且如此，天下故可知。自尔遇事不敢乎也。”学者求见，所欲言未尝。及文章为谈立事，为文章止于润身，正是可以及物。凡隶属郡，不见志计，不求声誉，宽简而不扰，故所至名便之。或问：为政宽简，而事不持废，何也？曰：以纵为宽，以略为简，则政事持废，而民受其弊。无所谓宽者，不为苛及简。PG 1675。者不为繁碎耳。修幼师父母常谓曰：汝父为吏，长夜逐至官书，屡废而叹。吾问之，则曰：死欲也，我求其生不得耳。吾曰：生可求乎？曰：求其生而不得，则死者与我皆无恨。夫常求其生，由师之死，而是常求其死也。其平居教他子弟，常用此语，吾耳熟焉。修文而服之终身，为文天才自然，封曰中度。其言简而明，信而通，引物连类，折之于治理，以服人心。超然独悟，众莫能及，故天下稀然师尊之。讲引后进，如恐不及，赏识之下，虑为文人。曾共王安石、苏洵、荀子事哲，不依贫处，未为人知，修己有其声誉，未必显于世。笃于朋友，生则正耶之，死则吊户其家。好古士学，凡周汉以降经时遗文，断编残简，一切多识。言基一同，立说于左的的可表证，谓之及古录。奉诏修《唐书纪志表自传》五代史记法言辞曰：多取春秋遗旨。苏轼续其文曰：论大道似韩愈，论事似陆贽，记事似司马迁，诗赋似李白，识者以为之言。子发自伯和，少好学，诗是安定胡愿的古乐中律之说，不至科举文辞，独探古史立论义。自书契以来，君臣世系，至度文物，旁及天文地理，弥不稀究，以父恩补将作兼主薄，赐进士出身，累迁殿中丞，卒年46。苏轼哭之，以未发的文中公之学，汉伯皆敬茂先之流也。中子匪自书毕，广览强记，能文辞，年十30，见修者名禅父，是策不去。修辅之曰：而一日能为吾此父否？因书以遗之。用因为秘书沈正字，登进士以科，调陈州判官，以清老不仕。修卒，待草遗表，神宗读而爱之，亦修自作也。夫除始为沈官主簿，累迁直方员外郎，知襄州，曾不执政。其父兄魏泰以身世来居乡，归战公司田园，强势民惑，郡县莫敢谁贺。至是指州门东偏官邸废，指为天荒，请之。例句晨读 PG 1676。至匪曰：孰谓州门之东偏而有天荒乎？却之
众共白曰：“太恒于汉南久，今求得而缓与之，且不可而又可却邪？”匪尽持不语。太怒，赠于布，徙之潞州，炫又罢去。元符末，还朝，历吏部右司二郎中，以直秘阁之蔡州。蔡帝伯父仲转运使又为复辙之令，多取于民，民不堪命。会有诏禁止，而左立旦使者不敢以诏旨从事。匪曰：“周郡之愚民，诏令苟有未变，由将见请。今天子诏一声后，知复辙之病民，守诏旨之。若有旦而不行，何以为常例？命即日行之。”未己作党，即废十余年卒。论曰：“三代而降，薄乎秦汉，文章虽与时盛衰而矮，如其言，夜如其光，角如其音，盖君有先望之一列。设晋魏而毕，至唐韩愈是正起之。唐之文设武纪而毕，至宋欧阳修又正起之。晚百川之颓波，习千古之邪说，使斯文之正气，可以语义大道，扶持人心，此两人之力也。越不获用，休用矣。亦弗克究其所为，可为世道喜也哉。”刘昶，字元复，临江新域人，举庆历进士，廷试第一。编排官王尧臣，其内兄也，以清闲自列，乃以为第二。通判蔡州，直及贤院，判尚书考功，下耸轰，赐谥文正。昶言：“逝者有司之事，耸行不应。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职，而陛下清晨官，书三上，改谥文庄，方议定大乐，使中贵人生其间。”昶谏曰：“王室莫重于乐，今儒学满朝，辩论有余，而时若召谈者参之，臣俱为元盎笑也。权度之判官，喜三司使。秦州与羌人争古魏地，仁宗问昶，弃守孰辩？昶曰：‘若新臣可以避秦州，常无羌人之余，倾国守焉可也。或地形险利，贼臣之以扰我边鄙，倾国争焉可也。今何所重轻而担财困民，捐士卒之命以归小利，使屈在中国，非计也。’”译者 PG 1677。多不同，秦州自是多事矣。温成后追策，有宁人献议，求利计。昶曰：“岂可以私逆之故，辩古越礼乎？”乃止。吴充以典礼得罪，逢经就之，亦罢禁职。昶因对疾论之。帝曰：“充能官，今亦亡他，中书恶其太直，不相容耳。”昶曰：“陛下宽仁好见，而中书乃排逐言者，是必君之明，止君之善也。臣恐感动阴阳，有日时地震封埋之意已，而果然应劝帝收揽威权，无使聪明闭塞，以消灾咎。帝深纳之，以同修起居住。未一月，擢之至告宰相臣职中恶其赤己，举直之，帝不听。患者时权兵领观察使亦不切，
有运言，居三日为真，敞风还除书，不草制。奉使契丹，宿袭之山川道境，契丹岛之行，自古北口至柳河，回区带千里，欲夸世显远。敞直一人曰，自松亭区柳河，甚近且易，不数日可抵中京，何为故到此？异乡故骇愧曰，实然，但通好以来，志亦如是，不敢变也。顺州山中有异兽，如马儿食虎豹，契丹不能食，问敞，敞曰，此所谓伯也，唯说其因身形状，且诵山海经管子书小之，契丹亦叹服，使孩求之扬州。狄青起行武为枢密使，每出入小民折据官，至相与推送其权勇，至拥马足不得行，地不遇人心动摇，轻易不自安。敞辞父郡为帝言曰，陛下性爱卿，不如出之以全其中。帝汉之使出狱中书，卿乃去位。扬之雷堂，汉雷碑也，旧为明田。其后官取诸水而不长矣，他田主皆失也。然堂亦破绝不可曹，周复用为田。敞据堂久，劝西用还民，发运使征之，敞促以与民。天长县居王贾杀人，既惧狱，敞见而察其冤，贾未立，不敢自直。敞亦委护曹杜佑，又不能有所平反，而复至一劳。将论求，敞曰，冤也。卿暗问之，贾之能为己职，乃敢告，盖杀人者，妇人陈氏也。香 PG 1678。传以为神明，喜运州运笔一手，正不至，是亦攘夺公行。敞绝狱讼，明赏罚，境内肃然。客行受章道中，一意囊前人莫敢取，以告李常，李常为首事，客还取得之。又有目一物事中者，但往访之，故在先是久旱，得多黄。敞至而与黄出境，召纠察在京刑狱，营促桑达等罪斗，指斥陈余。黄陈使补送开封，弃达士敞衣府，问何以不经审讯。府报曰，晋吏凡圣旨及中书枢密所居狱，皆不律问。敞奏请一准进阁，枢密院不肯行，敞力争之，诏以其章下府者为令。嘉佑遐想，群臣上尊号，宰相请撰表，敞说旨不得，乃上书曰，陛下不受徽号且二十年，今复加数位，不足敬圣德，而且每病气，臣可惜也。今岁以来，颇有灾异，正当迎为天命，身自益损，岂可于此时乃以虚名为累。帝览奏，故事臣曰，我亦本未当耳，遂不受。蜀人龙昌其著书传经，以诡辟惑众。文彦博见诸朝，赐五品服。敞与欧阳修俱曰，昌其为古叛道，学非而博，王治之所必诛，为使及少正卯之行，以信矣，又贺赏焉。岂追还诏书，吾使有识之士，窥朝廷深浅，
昌齐闻之，俱不敢受赐。昶以时论与仲武，求之永兴君，拜翰林士读学士。大姓范，伟为监吏，冒同姓户籍五十年，持府县短长，数犯法。昶穷至其事，伟服罪，长安中言还喜。未及受刑，昶召还，判三班院。伟即便前狱，至于四五，促之赴御史爵。昶是英宗讲读，每指示俱精，因以讽谏。时两宫方有小人奸言，见者或劫而过之。昶进读《史记》，至尧寿舜以天下。拱而言曰：“舜至策为也，尧禅之以位，天地享之，百姓待之。非有他道，惟孝友之德，光于上下耳。帝耸体改容，知其矣，亦立讽也。”皇太后闻之，亦大喜，饥苦炫冒，屡与告。帝故重其才，每宴见他学士，必问昶。PG 1679。安否，帝时星辰，命赐之。及少监，复求外，以为汝州，炫改。及贤院学士，判南京御史台。熙宁元年，卒，年五十。昶学问渊博，字佛老，卜筮、天文、方药、山经、地质，皆究之大略。昶夜视振兴，谓人曰：“此于法当的土，不然，则生女。”后数月，两宫主生。又曰：“岁星往来虚，为奸。色盛名盛，当有心于其者。”遂于而英宗以其州防御史入陈大统。昶得先秦以鼎数十，名实其傲，皆按而读之，因以考之三。待制度，犹珍惜之。每曰：“我死，子孙以此珍藏我。”朝廷每有礼乐之事，必就其家以取爵焉。惟文尤善敏，长外治时，江夏直会追封王，主九人，立马却坐，请之。九至臣欧阳修美于书有疑，折简来问，对其使挥笔，答之不停手，修服其帛。长于春秋为书四十卷，行于时。帝分反，子奉侍。分反自共父，与昶同登科，是州县二十年，始为国子监职。讲欧阳修，赵盖监事管职，御史中丞王陶有素汉，律事御史。苏采共排之，分反官以员外郎，才得管阁教刊。熙宁中判上书考功，同知太常礼院。赵封太祖朱孙行尊者为王，奉太祖后。分反言礼朱侯不得祖天子，当自奉其国之祖。以崇德昭德方之后，逝世。勿降爵，宗庙祭祀，使之在位，则所以褒扬一祖者者矣。后二王少封如分反意，方更学校共举法。分反曰：“本朝选士之制，行之百年，内代将相明清，皆由此出，而以为未尝的人，不亦污哉？愿因旧惯，无轻易改法。夫士修于家，足以成德，亦何待于学官臣？客都去之哉？”王安石在京言，起讲者作。分反曰：“是臣讲论于前，不可安坐，必习立语，乃古今常理。君使之坐，
所以是人主尊德。乐道也，若不命而请，则易矣。礼官皆同其意，至今人之。PG 1680。考试开封举人，与同院王介真立为监察御史所合罢。李愿亭是使用策，初考官屡会清列阿史者在高等，节职者反居下，分反复考，悉反之。又常疑安石书论心法不变，安石怒执前过，敕通判泰州以及贤孝礼判登文检院户部判官之曹州，曹为盗区，重法不能止。分反曰：“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惧之？”至则至上宽平，道义衰袭，为开封府判官，复出为京东转运使。不力罢软不逮者，务全安之。喜之眼，博二州，无居后。待为转运使，能奉行法令，治财富，乃追作分反废弛，处奸横。周延仓哲宗初，起之襄州，入为秘书少监，以及求去，加职龙图，革之蔡州。于是给侍中孙觉、胡宗岳、中书舍人苏轼、范百、陆延，分反博技能文章，正是谋古寻利，身兼数器，守道不回，以忧次之告，使留京师。至蔡数月，召拜中书舍人，请复旧制，见子为阁于西省，竟已及不起，年67。分反所著书百卷，游岁史学，作东汉刊物，为人所称。御司马光修，资治通鉴，专职汉史，为人书俊，不修威仪，喜邪谑，数用以招怨悔，终不能改。奉侍自重逢，天资简重，有法度，中进士第。熙宁三年，初至枢密院诸房检详文字，以太子中允居立房。先是，进奏院每五日具定本报状，上枢密院，然后传之四方。而砥砺者先其报下，或矫为家书，以入邮制。奉侍起革定本，去时封，但以通函腾报从之。神宗称其奉职不苟，加急贤孝礼，检正中书护房公事，改刑房，进职使馆，国史院编修官。大理至襄州狱，降断官斗阁以白奉侍。奉侍曰：“君自以法从事，无庸白。”后蔡却以事文治奉侍罪，折将蔡州粮料院。久之，为吏部员外郎。元又初，吏度之左司郎中、起居郎、天章阁呆滞、枢密都。PG 1681。臣指户部吏部侍郎、全户部尚书。七年，拜枢密直学士，迁书院士。哲宗亲政，用二内侍为押班，中书舍人吕希淳封还之。帝未有尽力，奉侍曰：“虽有尽力，奈人不可户小，故以率先施行为非耳。”帝为反命，继而张敦当国，奉侍起免去。绍圣元年，以端明殿学士之臣德君改定州。余年，知臣都府过都入境，欲树朋党倾斜之状。帝将听其来，曾不曰。元又变先朝法，无意当者，奉侍有利焉，罪为漏网，
恐不足。见遂不许。明年则光禄少卿分司南京，居郴州御史。忠臣邢恕和奉侍和刘志侵害大臣副吕大房苏辙，遂登政府，再贬袭州团练副使。徽宗立竟还其官职，知定州、大名府、运州、崇宁出，再夺职，则居夷、衮、以设的归。政和三年，复端明殿学士。薨，年73。奉侍优于吏治，尚安静，文辞雅善，最经《汉书》学常。云：家世为知事君，内审不愧作士大夫公论而已。的丧常礼也。譬如寒暑佳人，虽善涉身者不能无病，正须安以处之。岑巩，字子固，建昌南丰人，生而景敏，读书数百言，托口折诵。年12，试作《六论》，远比而成，辞甚伟。府官名闻四方，欧阳修见其文，其之。中嘉佑二年进士第，调太平州司法参军，召编教史馆书籍，迁馆阁教刊及贤孝礼，为实录检讨官。初通判越州，州就取酒厂钱给木衙钱，钱不足，付诸乡户，其妻年止，其进木者至于多入，由则复如初。巩访得其状，力罢之，遂积度长平。不足善而田野之名，不能皆至诚意。欲告熟县，讽妇人自食。素总食50000石，是长平价稍增以与民。民得从便受素，不出田里而食有余。又待之种粮，使随秋复以长，农事不乏。PG 1682。知其州，其志以及兼及道为本。屈低州是雍资雄李忠子。高恒纵，贼良民，污妇女，福气上见，力能动权豪，州县立末。感节，巩取志于法。张秋明据党村落间，号霸王社，追飘夺求，无不如志。巩配30亿人，又署名为宝武，使己察其出入，有道则名古相援，每发折的道有格有者，名在补中。一日自出手，巩饮食观尝之，假以其从，捻所购金帛随之，夸训四进。道闻，多出自首。巩外事彰显，时欲携二其徒，使之不能复合也。自是外户不避。河北发明郡河，调集他路，其当给夫20000。现出案及三丁出夫以巩括其隐漏，至于久而取一审费数倍。又持无名渡钱为桥以寄往来，喜传舍自长清底亳州，以达于魏，凡省6亿人皆以为利。喜襄州、洪州、会江西遂大义，巩命县镇停船，西楚要呆求军民不能自养者，来时习官舍资其食饮衣轻之具，分衣侍枕，书其全诗，多寡为殿罪。诗真安南所过周围万人背，他力暴诸及脸，名不堪。巩先其驱处促疾，失去事理不知。加直龙图阁，知福州南
见江乐盗廖恩济赦罪出将，于众溃复合，因相结附，旁连数州。游结者呼之不至，居人设恐。拱以祭罗至之，祭自归者二百倍。福多佛寺，僧立其父饶，真欲为主守，求请公行。拱比其徒乡。推则时诸疾，以次补之。受帖于府庭，却其私谢，以绝左右。矫求之弊。福州无植田，遂欲袁书收其植，自入常三四十万。拱曰：“太守与民争利，可乎？”罢之。后至者亦不复取也。喜明、博、沧三州。拱复才名，久外徒，是颇为眼见不偶。一时后生被封出，拱视之薄如也。过却，神宗召见，劳问甚宠，遂流判三班院。上书一经费，帝曰：“拱以节用为理财之要，是之言理财者，未有及此。”帝以三朝、两朝国史各自为书，将合而为一家拱史馆修撰，专点之，不以大臣兼总。继而不克臣，会官至行，拜中书舍人，识字三省百执事，选授。PG 1683。一心除书日至十数，人人举其职，于训词典约而进。寻长言，安郡王迭奏，故时命翰林学士，致仕特属之。甫数月，丁母间去。又数月而卒，年六十五。拱姓孝友，父王，奉继母义至，辅四弟，九妹与伪废丹若。之中，换学婚嫁，亦出其力。为文章，上下驰骋，月出而月宫。本源六经，斟酌于司马迁、韩愈。一时工作文辞者，先能过也。少与王安石游，安石身欲未振，拱导之于欧阳修、吉安。时得志，遂与之议。神宗常问安石何如人，对曰：“安石文学行义，不减杨雄，以令故不及。”帝曰：“安石亲富贵，何令也？”曰：“臣所谓令者，为其勇于有为，令于改过耳。”帝然之。吕公者常告神宗，以拱为人行义不如正事，正事不如文章，以事不大用云。帝不，自有传，又帝诏。诏字子开，举进士，调黄岩部，用荐为郑州教授，擢崇文。教书，管阁教刊兼国子监执讲，同知太常李愿。太常自秦以来，李文残缺，先如各以一说，摩所积聚。诏在职，多所离政。清雌黄的之于北郊，盖自诏发之，议论莫能夺其意。兄不以论事议事备责，亦夺诏主判。至于管下，又多悉旨。窥伺者，众皆为之，诏恬然无韵。曾公亮轰，诏状其行，神宗懒而加之。迁国史编修官，尽力部郎中，迁右司，为神宗时录检讨。元佑初，擢起居舍人，未己为中书舍人。论叶康，直之秦州不当，执政亚不先白，御史因公之。赵求去，范纯人与于朝曰：“若善人不见容，吾辈不可居此矣。”
立为之言，乃的是门下侍郎韩为奏犯百禄事，太皇太后以为谗毁，出手等赵言唯为朝廷便邪正是非，不可以一四竹不草制简议大夫王迪以论胡宗岳，出手润赵言，陛下既复心于大臣，继而慕于台谏，二者相虚，却一不可。今敌论执政即去之。PG 1684。是爱复心而徒耳目也。第五，加敌执龙图阁。太皇受册，赵尊张献故事，欲闻得殿。赵言天圣初。两制定义受册重振，仁宗特改焉，此盖一时之志。今帝述仁宗故事以及崇奉孝敬之臣，可谓至矣。臣妾为太皇当于此时特下诏扬帝孝敬之臣，而固执谦德，屈从天圣两制之意，止于崇正，则帝孝越显，太皇之德越尊矣。昆臣节上寿，亦令百官颁崇正。赵又言，天圣三年，近臣颁殿庭，百官只请内东门拜表。至九年，始欲会庆。今太皇圣德，不肯自同张献，宜如三年之制，并从之。四年，春旱，有司有蒋春宴。赵同彭汝立上书曰：“天资方作，正君臣侧身畏惧之时，乃相与饮食宴乐，恐无以消复天便。”翌日有旨罢宴，蔡却贬新州。赵先与汝立相约即论，会出给侍中。汝立读封还致书，言者谓赵卖友，略不自辩。以保文革呆滞之颍州、喜邓、齐、陈州、应天府。七年，入为吏部侍郎。赵在礼院时，起清辞北郊之意。是，遂当郊。赵兼抗前说：“祭而何祭天的？乃自何改刑部，请部。”以出之徐州，徙江宁府。帝亲镇，更用旧臣，数称赵义礼。去入对赵言，人主虽有自然之圣职，必赖左右前后的人，以为立政之本。宜于此时选忠信端良之士，置诸进班，以参谋议，备顾问。与夫身处法宫，清净折欲，其损益相去万万矣。贵敬恶其语，出之瀛州，与兄不异地。十方至十路积善罪，降为滁州。稍复及贤殿修撰，立泰州、海州。徽宗即位，复诏为中书舍人。日食四月朔，当降诏求言。诏具数地址，诏下投轨者如之。张敦恶之，欲因事去诏，帝不听。原右臣僚被遣者，嫌矣。赦恩真序，诏请单并戮死者，作训词，哀后策答，读者为之感创。迁翰林学士兼侍读，见官陈冠给侍中公园以言得罪。五 PG 1685。感就赵吉利论解，时论者谓元佑少圣，君为有失，兄不传。帝命使赵作赵御天下。赵见帝言：“陛下私见皇籍，以消弭朋党，须先分别君子小人，赏善罚恶，不可偏废。”
开说备至，已而赵从中出，不知败乡。赵氏当至，国朝学士弟草兄至，为韩为与赵为一官荣。建中晋国元年，太史奏日又当时四月，赵请对言，彼岁日时正阳，就一张者，陛下简简清净之化，或衰于前，身色服完之好，或蒙于心，中邪贤不孝，或有未变，赏庆行威，或有未当，左右阿谀，拥蔽矫举，民冤失职，欲不得身。此宜反复巡审，痛自克责，以塞天变。言发涕下，帝悚然顺纳。兄不在相位，引故使必尽职，拜龙图阁学士，提举中太医。公未己出之陈州，立太原，应天府、杨定二州。崇宁初，落职，谪之河州、喜悦州，即贬蒲州团练副使，安置汀州。四年，归润而卒，年六十一。自熙宁以来四十年，大臣更用事，邪政相杂，党论屡起。赵升更其间，数不和。兄不与韩忠彦并乡，日系亲为之。赵既居外，遗书告之曰：“兄方的君，当引用善人，议正道，以度敦，便复起之盟。”而数月以来，所谓端人即事，既既去朝，所竟以为辅佐、侍从、台谏，往往皆前日事敦辩者。一旦事易，今日必首引之以为故未济，思之可为痛哭。彼来主义已移，小人道长，进则必论元佑人于地前，退则尽排元佑者于要路。一时敦便纵未至，一蔡荆卒以兼二人，可不深虑？不不能从。未己今得政，不与赵俱不免。赵天资仁厚，而容貌端严，自少力学，博览经传，为文温润有法，更十一州累多善政。绍兴初，谥曰文昭，字统制，左谏议大夫。论曰：刘敞博学雄文，凌于岁古，其为考功，仁宗赐下颂。PG 1686。是尚书真之以为人主不可轻臣下之官，即奉诏定乐中贵欲列，又谏曰：臣惧为元盎所效，此岂是君为荣悦者哉？纷返虽书卷，文列于场，奉事客萧，世称三流。曾巩立言于欧阳修、王安石间，迂徐而不凡，简傲而不讳，卓然自成一家，可谓难矣。赵以儒者而有能力之才，宋之中叶，文学法理贤精其能，若刘氏曾氏之家学，盖有两汉之风焉。 PG 1687。列传第七十九。蔡襄吕秦王肃从子敬从孙振于敬彭思永张存。蔡襄字君摩，兴化仙游人，举进士，为西京留守推官，管阁教刊。范仲淹以言事去国，于敬论就之，引诸请与同贬。欧阳修遗书则思见高若讷，由是三人者皆作浅相作四贤一不孝师，都人是真相传写，欲书者视之，得厚利契丹使事。
至买已归，张于幽州馆。庆历三年，仁宗更用府乡清浊净，修集王肃为谏官乡。又以师贺三人列谏之，帝亦命乡之谏院。乡喜言路开而虑，正人难久立也。乃上书曰：朝廷增用谏臣，修净肃一日，并命朝野相庆。然任谏非难，听谏为难；听谏非难，用谏为难。三人忠臣刚正，必能进言。臣恐邪人不利，必造为欲知之说。其欲知之说不过有三，臣请为陛下辨之。一曰好民，夫忠。臣引君当道，论事唯恐不至，若必好民之贤魔所成，则土木之人皆可为矣。二曰好敬，前世见者之难，积于忠愤，遭世昏乱，死犹不辞，何好敬之有？敬是讲拔太素，但久而勿迁，虽死事官，犹无悔也。三曰张君过，见真之臣，盖以思过举耳。人主听而行之，足以致从谏之欲，何过之能张？至于巧者亦然。事难言则因而不言，则其魔所侮者，时亦发焉；犹或不行，则退而曰：吾常论某事矣，此之谓好民。默默融融，魔所愧耻也。兹类疾，以义显示，此之谓好敬。君有过失，不救之于未然。PG 1688。传之天下后世，其事越不可掩，此之谓张君过。愿陛下察之。吾始有好见之名而无其实。时有旱蝗、日食、地震之变，相以为灾害之来，皆由人事。数年以来，天界屡至，原其所以治之，由君臣上下皆阙失也。不专听断，不揽威权，使号令不信于人，恩则不及于下，此陛下之失也。持天下之柄，思生民之命，无家谋异化以矫实。必不尽忠节节以赴任使，此大臣之失也。朝有必正而不能正，民有疾苦而不能去，陛下宽仁少断而不能归，大臣寻莫避事而不能斥，此臣等之罪也。陛下既有隐过之言，达于天地神旨矣，愿思其实以应之。书出，闻者皆悚然。进职使馆，兼修起居住，相议任职论事，摩索回挠开宝。浮屠灾，下有旧义佛设立，召取已入，工人多着必落发者方，亦复迎之，相见曰：非礼之福，不可侥幸。今生民困苦，似宜骄慢，陛下当修人事，奈何专信佛法？或以设立有光，推为神意，彼其所居上不能护，何有余威灵？天之降灾，以示警戒，故大兴公义，是将以人力排天意也。吕以简平张国事，宰相以下就其地议政事，相奏请罢之。元昊纳款，使自称勿促，既又议为无阻。相言无阻，犹云我翁慢吾甚矣。使朝廷赐之诏，而亦曰无阻，是何等语邪？下耸罢枢密使韩琦、范仲淹在位，相言
陛下罢宋而用其众焉，士大夫贺于朝，庶民歌于路，置饮酒叫号以为欢。且退一邪，进一贤，岂遂能观天下轻重哉？盖一邪退则其类退，一贤进则其类进，众邪并退，众贤并进，海内有不太乎？虽然，臣皆忧之。天下之事，辟由病者，陛下既得良医矣，信任不疑。非徒越病而又受名，医虽良术，不得尽用，则病且日深，虽有何贬，难则效矣。PG 1689。保州卒作乱，推诺兵十余倍为首恶，杀之以求招抚。相曰：天下兵百万，苟无诛杀绝行之令，必开交慢暴乱之源。荆州兵枪官吏，必城门不能讨，从而招之，岂不为四方笑？岂将兵入城，尽诛之，照从其意。以母老求之福州，改福建路转运使，开古五堂盖明田，奏减五代石丁口税之半，复修起居住。唐介及宰相处甚怒，相趋进曰：介臣狂愚，然出于境中，必忘权代。既贬春州，又上书以为此必死之辙，得改殷州。温成后追策，请勿立计。而罢监护园林官，进之至告三御史论粮食解职，相不草制。后每除受非当职，折封还之。帝御之意后，赐其母官佩以侍宠，又亲书君摹两字，遣使持诏与之。迁龙图阁直学士，知开封府。相经立誓，谈笑叩绝，破肩发饮，力不能欺。以枢密直学部事在之。福州郡士周希孟、陈烈、陈香、郑穆以行义者，相被李昭言。会诸生以经学，俗众凶疑，亲王获密不举，致破产犯僧，下令禁止之。喜之泉州，据州二十里万安渡，绝海而济，往来未期险。乡立石为梁，其长360丈，冢立于楚以为固，至今赖焉。又直松700里以避道路，闽人客碑记得。赵为翰林学士、三司使，教天下盈虚出入，量力以致用。颤梯杜壁，不书记纲欠息皆可法。英宗不遇，皇太后听政，为辅臣言，先帝既立皇子，缓妾更加淫惑，而近臣之名者亦然，即败大事，竟已焚其章矣。已而外人遂云相有论议，帝闻而疑之。会相数夜告，因命则人代相。相起为杭州，拜端明殿学士以往。至平三年，丁母忧，明年卒，年56。赠吏部侍郎。相公于书，为当时第一人，宗尤爱之，至元就陇西王碑。闻命书之，即令书温成后复碑，则曰：此呆诏侄耳。PG 1690。不奉诏，于朋友上信义，闻其丧，则不欲酒肉，唯畏而哭。常隐晦临东园，作客物设使商人，具纸箱。他日帝问之，再拜愧谢，终不自便。
蔡京与同郡而晚出，欲复民伐，自谓为族弟。郑和出乡，孙殿廷是唱名，居举首。今是殿上，以族孙尹贤降为第二。殿中深恨之。甘道中赐乡试曰钟会。吕勤，字季舒，扬州人，进士第一，通判亳州，直及贤院，同修起居住，坐御进奏院宴饮，出知其楚书三州，复修起居住。农至高寇岭南，诏奏抵吴的折报。秦言一方有进使，诸道闻之，共得违背。今遇人不知，此何意也？进之至告。又出之杭州，入为翰林学士。书论宰相陈直中奸邪，仁宗还齐。书秦曰：“以口舌论人，是英中大臣也。愿出以示直中使的自辩。”未几，直中去，秦亦以示读学士之徐州，赐宴资闪。唐遣使谕曰：“此特为清赦，宜尽罪也。”诏自今由今言出，者是为例。喜臣德军十方开六塔河，宰相主其意。会地震，秦请罢之，以达天界。秦豪耻自放，简乎于世。与都转运使李参不相能，还判留内权，参合其界官区作酒，以私货往河东贸易。即为世受馈进，是下大礼义。秦乃未长寿，而外廷纷然为秦有死罪。帝知其过轻，但贬至之河州。御史以为未抵罪，分司南京。起知池州、江宁府，复及贤院学士，加龙图阁直学士，知开封府。时为经营者比不称职，秦经时过人，便送立断，豪恶敛迹，常以直视对。神宗察其有疾色，免以进医药，以而果病，改书密直学士，提举礼全官，岁卒，年五十五，赠礼部侍郎。帝道念之，诏中书曰：“秦立朝罪孤，知事君之节，绝迹权贵，故。” PG 1691。终废十余年，仍无言者。方卓领要据，而掩乎沦亡，家贫子幼，遭此大祸，必至狼狈。宜忧给父礼，官匹其葬，以立臣节，斥其父兄护丧归。秦开敏，善议论，一时民辈皆推许。然自贵重，在杭州街宾客不过数语，实目为妻自舍人云：“王素，字仲仪，太尉旦季子也。赐进士出身，至屯田员外郎。御史中丞孔道甫见为侍御史。道甫贬，出之鄂州。仁宗思其贤，擢之谏院。素方壮年，遇事感发，常言京中外无名之废，被喜于前，请审其非己者。是皇子申将近百僚以官，会诸君以赏。素真曰：“今西夏叛患，契丹要求县官之需，且日积矣。遗留爵制以赏战功，处金增以左边费，亦遂矣。今失汉，速请帝导于郊。”帝曰：“太史延月二日当雨，今将以旦日出导。”素曰：“
臣非太史，然度是日必不语。帝问，故曰：陛下知其且语而导之，应天不以臣，故臣之不语。帝曰：然则明日议礼权官。素曰：礼权之境，由外朝耳，岂但属不远出邪？帝悚然，更召义熙太义公，见官故不在蜀。车间乃命素护从。日甚赤，哀分一空，比于驾骸，未薄尘。天大雷电而雨。王德用近二女子，素论之。帝曰：朕真宗皇帝之子，卿王旦之子，有事就，非他人比也。德用时近女，然已是朕左右，奈何？素曰：臣之忧正恐在左右耳。帝动容，立命遣耳。女出，赐素迎妃，着天章阁呆滞，淮南都转运按察使。时兴至，按察累多以科为名。素读不至细故，即有贪客，必神志穷尽。已故下利爱而为之，改之魏州，作事幕河东有扰民状，降华州。又夺职喜辱，俄西还其故，迁龙图阁直学士。初，元州讲协建议铸大虫产宝，宣抚使听之，亦未惧敌。四间要急，不得成，协惧来归死。素曰：若罪邪，乃是堕敌。PG 1692。既则邪使必立自效。总管狄青曰：邪往亦败，不可遣。素曰：邪败则总管行，总管败，速即行矣。青不敢复言。邪促臣而还，以枢密直学士之开封府。至何秋，大雨，菜何裂，水入城。赵军立帐朱雀门，素曰：皇上不御，兵民庐舍多富。鸦众心怦怦然，奈何更塞门以动众。唯赵止其意，水亦不海。出之定州，成都府。先是，牙校遂书酒房前以供除船日。加后，书者转困，素一切才约之。铁钱不满两数，而古柱不止。必一清，商贾不行，命罢铸十年，以权物价。凡为政，物何人？秦蜀人记其目，号曰王公义断。复之开封，素以三公子少之名，出入侍从将帅，酒颇泱泱，厌倦俱烦，事多鲁莽不至。盗贼数发，御史究其过，出之许州。至平初，下人叩进边寨，召拜端明殿学士，复之魏州。于是三镇金元藩一故老皆欢贺，比至敌解去，拓卫西南城，郡黄三州，积粟之十年。蜀羌奉土地来献，西增木工建守。行臣出入之法，身自都训。其居旧川土为市，寇至老幼多焚死，唯筑八宝使居之。其从领于两旬简，人莫得自辩。素曰：是。其牧民兵一邪，听散耕田里，有井则聚，故士气感愤，惊骇。他道莫及，常宴堂上，边民传寇至，今入城。诸将曰：使坚。人亦从而入，将必为内应，何惧物内？素曰：若拒之东去，
关中必摇。吾在此，敌必不敢犯我，此当有奸言。乃下令，敢称寇至者斩。有请，后其从西来，人传果望，诸将皆服。其名换禅州观察使，知陈德军改青州观察使。西宁初，还以学士之太原府。焚河大义，素曰：若坏平静，遂贯州城矣。即命据州籍，筑堤以撼之。一系水骤至，人赖以安。入之通进营台司，转工部尚书，仍固职致仕。故时虽三公致仕。PG 1693，亦不待职。朝廷方兴法治，素守以学士就地。卒，年67。谥曰义敏。子贡，从子敬，从孙震。贡有卷才，长于师，从苏轼游。轼守徐州，贡往访之，与客游泗水，登追山，吹笛饮酒，乘月而归。轼呆之于黄楼上。谓贡曰：李太白死，是吾辞乐300年矣。轼得罪，贡亦窜滨州。数岁的还，豪气不少挫。后立宗正臣，以跌宕傲世，美除官，辄为言者所议，故终不显。敬自沾书，早孤自立于学，好讲切天下利害。以祖英立，通判郎州，知滁州，主管北京御史台。契丹数遣横使来，进书言：彼立中国次夷，挟虚身以济其欲，见不可长，已有以折之。又请复明经科，家事共事以策，观其所学，稍变身虑之。习着立州路转运判官，提点陕西刑狱，相互异于州县者，忧则愿久留，劳则欲即去，力得全其持速。晋亦以岁月浅待，遂为令徙河东长子县，贼杀人，捕至十数倍，不得食，皆逝去。晋阅其毒曰：此真道也。教吏曲折训囚，果服罪，为开封府推官。曹仆道害，官吏久不获，竟受诏督捕，陈情者18。9。因言道之不及，由大姓为囊陀，请并坐之，者为令。徙广南转运使。西宁初，广人而言交趾且至，老幼入保。世闻，中外以为忧。神宗曰：王敬在彼，可无念。即拜太常少卿，直招文馆，知广州。居二年，入为度支副使。卒。子固，字敏仲，弟进士。西宁中为司农主簿，使行淮。浙镇汉资纠张若济遇和转运使王廷老、张亮失职，皆罢之。连提举四路长平王安礼御用为太常丞，神宗为古好议论，指以为博士。加上仁宗因宗室因身负嗣后，初亦不发册，古言发册之礼，虽为父庙节文，而身负之重，乃由册而后显。今既行身负，则礼不可废，乃召用诸册，又定诸神祠封额。PG 1694。爵号之序。初为湖南转运判官，提点淮东行狱，立工部、吏部、右司员外郎，
太傅少卿。奉使契丹，一时北使所过，凡公张熙待于明，古请出宫前为之，明的不扰。少慎出，千户部侍郎祥鼎义法与尚书蔡京多不和。今言臣欲用元丰人而固职，而古乃用司马光法。赵喜古兵部寻以及贤殿修撰为江淮发运使，进保文革呆滞之广州。言者论其长指平岁为凶年，望散邦才夺职之元州。徽宗立复拜户部侍郎、迁尚书，与御史忠臣赵挺之协领。放欠挺之言，古捐除太多，欲尽倾天下之才，不可用。遂改刑部，工部以保文革直学士之成都。堕崇宁党籍，则衡州别驾，安置温州。复朝散郎、巡卒。正字子发，以赴任事权优等，赐及第上诸陆学制，神宗称其才。以习学中书行房公事，遂为检正。欲修条例，加管阁教刊，检正孔目立房。元丰官制行，正与吴庸从府城执笔入记上语，面授尚书右司员外郎，使自书除目，举朝容之。兼修是一敕，帝谕之曰：朝廷造法，皆本先望之志，推行非人，故不能善后。且以前待民，有不能长，折及其家，岂善政也？一计其父几何？悉捐之。正顿首奉诏，敬起居舍人，使行西边，还为中书舍人。元佑初，迁给侍中、御史王延叟合之，以龙图阁呆滞之蔡州，立武郡少慎初，复为给侍中、权力部尚书，拜龙图阁直学士，知开封府。朕与张敦皆吕惠卿所见，而素不相能。辅奏欲空，折宗仪不实。朕谓敦义矣，于是引昌盖见有宋许禄敦子弟，朕不见，略至颇得踪迹。敦惧，以欲复大礼，而喜朕为枢密都承旨，遂作折御资曼、轻徭大臣，夺职之越州卒。PG 1695。于禁，字安道，韶州曲江人，少部事积简，以文学称乡里。举进士起家，为干县尉，侍书判拔萃，改将作奸臣，知兴建县迁秘书丞，述尚书论事，谏言班固、汉书、传谬，命与王朱并校司马迁、范晔二使书奏，擢及贤校礼。范仲淹贬饶州，见官御史莫敢言。进言仲淹以刺激大臣崇嘉谴责，倘其言未合慎虑，在陛下听与不听耳，安可以为罪乎？即案在庭，以平津为多诈，张昭论江，以鲁肃为粗疏。汉皇无主熟文资毁，两用无猜，岂损令德？陛下自清政以来，履逐言事者，恐前天下口，不可输入。落直兼云州九岁，引诸欧阳修义以重焉故，相继贬逐，尽咒事义之名。喜兼太州税，知英州迁太常博士，复为校礼，同知礼院。庆历中，
仁宗睿意欲更天下弊事，增建官员，始论得失，以进为右正言。十四方盗贼窃发，周郡不能治。进言朝廷威治天下在赏罚，今官吏持事，群盗风起，大臣握绰手长，不立法禁，可为国家忧也。请严捕贼赏罚，即定为贼劫职，王师弃甲除名追官之法。司天严太白犯岁星，又犯执法，进上书请责公修德，以谢天变。使契丹辞日以所奏事书户，各举一字为目，凡数十。是帝固见之，命悉调奏，日己奏，乃罢。进修进居住，开宝四灵感塔灾，附上书言：五行之战，本是灾变，朝廷所宜戒惧，以达天意。文常召取旧义舍利入境中乐事，道路传言舍利在内廷有光怪，窃恐巧佞之人，推为灵异，祸乱视听，在途营造。臣闻帝王之道，能勤俭觉得，感动人心，则虽有危难，后必安济。今自西垂用兵，国躺虚竭，明王储蓄，时事久空。陛下若勤劳罪己，忧人之忧，则四民安居，海内蒙福。如不恤民病，广世福废，奉佛求福，非天下所望也。若以舍利金火不坏，具为神意，即本在途中，火所不及。若言舍利皆能出光怪 ，PG 1696，必有神灵凭之，此妄言也。且一塔不能自卫，为火所毁，况及其夫以避民哉？近在直述言事，常论下耸奸邪，不可为枢密使，枉举正部才，不宜在政府敌亲五人，使之独守魏州，恐败边事。张瑶左以修缘故，除提点府界公事，非正事之美，且郭后之祸起于阳上，不可不兼。太常博士王义熙今至御骸，赐五品符。进曰：至御而惜符，外人不知，必以为一生闻重法，能惜彼下意，以取此宠，所损非细事也。常有工部郎中吕爵以至御赐，对其意张寿，陛下御之曰：朕不欲因居求与人恩泽，爵退以告臣，臣常书之起居住。陛下前日欲绝事，则今日赐亦非以是非与夺之间，贵乎一体。小人望风息静，无所不至，幸陛下美于事端，亦其奔进，其说多见纳用。会西比宴宾，元号请和，亦增岁次。进言景德中弃丹举国兴师，直抵澶渊，先帝北征渡河，只捐金增300,000与之。今元昊战虽累胜，皆由将帅轻敌异动之故。数年选将练兵，使之守战之备，而锐意解愁，所与至260,000，且荣事有积，国力有限，失之于始，虽悔何追？夫以景德之患，尽在丰裕之内，而遂赐如彼。今日之景，远在边鄙之外，而遂赐如此。若元昊使骸，亦有所许。契丹闻之，宁不生心，无厌之求，自此始矣。
倘宜西而背北，为祸更深。但思和与不和，皆有后患，则不必。屈亦弗训，以宜国修。卓之至告。元昊既归款，朝廷欲加封册，而契丹以兵临西境，遣使言为中国讨贼，请旨无何。朝亦难知。会尽数言契丹邪诈，不可轻许，即遣进网报，而留下国封册不发。进至契丹，促屈其意而还。朝廷遂发下册，陈元昊西施既解言，北边亦无事。近三使契丹，亦习外国语，常为番禺师、御史王平等和进师使。者体出之吉州。近为谏官时，常和奏太常博士如孝标不孝。PG 1697。逆母丧，作废。近既失事，孝标亦却言近少游广州，犯法受绑。近闻之不自得，求事养去。改将作少监，分司南京，居曲江。已而受左神武军大将军、雅州刺史，受州兵马前辖，辞不就。在迁位卫青之前州，丁复忧去。农至高反雍州，陈胜略九郡，以兵为广州。朝廷方故难事。就丧赐起进为秘书监，知潭州，改贵州，诏以广南西路为进京。至高西走雍州，进策其必结缘交趾，而挟诸动以自固。乃约李德正会兵及贼于雍州，备万人粮以待之，而诏亦给明钱二万助德正兴师，且约贼平更赏以明钱二万。又牧农黄朱信酋长皆靡以直，实不与至高和。继而朝廷遣狄青、孙冕将兵共讨贼，青却交旨援兵不用，贼平就迁进给侍中、御史梁倩言赏薄，又迁尚书工部侍郎。初，清兵未至前，借部将勿战，进破前辖臣属出斗，败走。清至，按军法斩属及执使原用等于坐，进渠然起败，及诸将班师，独留进广西，遣人入特摩道秦。至高母子第三人，身至之阙下，加及贤院学士，喜之潭州，又喜青州，交趾蛮身少太寇雍州，杀五巡检，以进安抚广西，至则诏交趾用事臣费嘉佑诘问之，嘉佑至，待以进编众落乡清报，误犯官军，愿悉推至，还所掠及谢罪人以自赎。进信之，后谢遣去。嘉佑遂归，不复出。知广州，官至工部尚书，待归卒。三司使蔡襄为进言，特赠刑部尚书，谥曰襄。进常梦神人告以所中官而死秦庭，故进常未悉行。急促则江宁府秦淮亭也。彭思勇，字季常，庐陵人。地进士，知南海，分宁县，通判睦州。台州大水败城，人多逆，往舍至焉。进葬死者，作文记之，民贫不能弃居，为伐木以助之，数月公私之舍皆具。臣住高于前，而坚亦如之。 PG 1698。知潮州、常州，入为侍御史，
论内将受官赏之弊，未邪风，非盛世所当有，人宗深然之。皇佑四明堂前一日，有传百官皆进至者，思永言不宜滥恩，以益侥幸。时张尧左以贵而犹继职，朕王守忠以受宠而求毛杰。思永虑同列言之，或曰：“四命初未晚也。”思永曰：“先世而言，帝得罪耳，命一出，不可置矣。”遂读抗书曰：“陛下谈此谬恩，岂为天下孤寒哉？不过为尧左手中取悦众人耳。外戚秉政，宦事用权，非社稷之福也。”帝怒，忠臣郭劝见官无魁为之请，乃以范恩转司封员外郎而解台职，为湖北转运使。夏西蛮彭世熙作乱，先移书机骂陈州守，守将讨之，思勇按部事至，世熙惧，遣使迎谢，请其谋加职使馆，为益州路转运使。成都府吏到宫前，复狱已三岁，出入自如。思勇设府侍服一日，即拒狱。民以楚劝为事，葬衣袋中，道至任于爪，皆取之，先拜者思勇的一人截之。西秦其党立兵坚，中使遂辞峨眉、绿流程都剖针丸，价值数百万钱，悉出于民。思勇追其三之一，使怒去，而不能有所重伤也。寻为户部副使，擢天章阁呆滞河北都转运使，知瀛州北俗以桑麻为产籍，民巨富不敢易，日益贫。思勇使奏更之，图之江宁府，至平中，召为御史忠臣。蒲王有称卿之意，言事者争之，皆斥去。思勇更上书籍论曰：“蒲王生陛下，而仁宗以陛下为嗣，视仁宗为皇考，而蒲王与蜀为伯，此天地大义，生人大伦，如乾坤定位，不可得而变也。陛下为人妙子，曰考曰亲，乃人妙也。若更失于蒲王，是有二亲矣。始王与诸父以等，无有殊别，则于大孝之心亦为难安。臣以为当尊为蒲国大王，即告之。辞，则曰：执嗣皇帝书名昭告于皇伯父，在王则即尊崇之道。 PG 1699。而于人妙一魔所嫌矣，此万世之法也。输入英宗感其切制，垂欲施行，而中枢持之胜利，猝不果。神宗即位，御史蒋之其咎欧阳修因事，晚思勇自助。思勇以为为薄之私，非外人所知，但其首见仆役为典礼，以犯众怒，不宜更在政府。赵问与所从来，思勇不肯对，而即成大臣专自朋党，乃出之黄州，改太平州。熙宁三年，以户部侍郎致仕，卒，年七十一。思勇仁厚廉恕，为儿时，但起就学，得经差于门外，莫坐其处。须臾王差者来物色，审之粮食，即付之。其人欲谢以前，思勇笑曰：“使我遇之，则逆经矣。”使就举持数串为资，同举者过之，
出而玩，或坠其衣于袖间，众相为求索。司用曰：“数指此耳。”客去，举手衣，串坠鱼的，众皆服其量。居母丧，惧甚，乡人愧之，摩所受。子谓亦孝景，以父老，弃官。家居十余年，族里称之。张存，字承之，冀州人。举进士，为安肃军判官。天禧中，赵全思以申言书判取士，才得二人，存欲其选。改著作左郎，知大名府朝丞县。寇准为首，亦呆之。御史中丞王曙、吕建为殿中侍御史、佥事御史。仁宗初亲政，罢百官转队，存请复之。又言前者曹休，古被同武指废处，不依临县可因上风势篡恶的，恐自京中直之。言与夫理乱安危之机，避而不达。因力引周昌、朱云、新庆忌、新皮氏以开地邑，历京东陕西、河北，转运使、户部、度支副使。西凉动兵，以天章阁呆滞为陕西都转运使。黄德和之乌刘平也，存奏言：平与敌接战，自旦至暮，杀伤相当，因德和隐却，以致溃败。方贼势甚张，非平搏战，其势必不举。延州孤垒，非平解围，其城必不守。身既陷没，而不幸又为缠脚所困，边城自此无复死节矣。朝廷采其说。PG 1700。史遣文彦博暗质，由世平的职，而得何诸？元好求款赋，义者由职公讨之策。存谏言：兵役不习，生民疲弊。敌既有圈心，虽名号未振，颇积迷之。千龙图阁直学士之延州，以母老旦行，喜泽州，还为呆滞余年之。陈德君复学士，契丹与元昊结婚，阴谋相首尾，聚兵塞上而求关南。存言：河北城久不治，宜留意，乃以为都运使，进城诸州，入之。开封府，复使河北。王泽反，作诗茶，降之汀州。存续李义反之弟李教，因罪为妖言，是决自缢死。或言教不死，在贝州，父母私属以存故得免。御史暗厌无状，由夺职。支持州，又喜称。久之，乃复职，以吏部侍郎致仕，凡十五年。积千里部尚书。存信校友，常为蜀郡，得其曾文景已归，昔不知堂上，字兄弟则取。常曰：兄弟，手足也，妻妾，外舍人耳，奈何先外人而后手足乎？收续宗属，嫁聘穷离，不使一人失所。家居金庄，子孙非正衣冠不见。与宾友宴皆，垂足为坐终日，谓常轻矣。早强何绝，势逼继承，或劝使他徒，曰：吾家众所望也，苟轻举动，使益州利民，何以自安？气不喜。卒年88，仕公安。论曰：蔡襄、王肃、于禁皆昭陵贤御史也。
相术论治体，推韩琦范仲淹之贤，素请罢不及之赏，论仁宗纳二女子为妃，近处下耸，王举政为不可用。盖仁宗锐于求治，恕君子提纲政，继而扶持之，促成庆历之治，良有益也。夫相精于民事，吏部感戚，尽用兵满缴，促收公民，素在西盘多会政，其引开封。虽颇厌繁剧，在为魏州，边民老幼，至乡律称贺，其会之在民者，深以哉。若履秦论臣职中，则不欲以口舌中人。彭思永明是能识臣疑之贤，而不能容欧阳修之刚，讲之其之污，静坐。PG 1701。是处是论汉之刘平之死，众莫敢言，张存独处而明之。使忠义之气，死而复生，教之诸人，亦无舔焉。PG